为深高看世界，看见新深高，水质面顶的深高。闲啦，欢迎收听《深高广告》特别节目第五集，我是大美。一开始听到这首囡仔唱的农村曲，唱出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农村上使人怀念的是什么？就算是透早就出门，艰苦无人问，不过要是唔惊残水淋自己，有辛苦有甜蜜，拢是人生的滋味。咱听深高的是大人广告，袂输伫咧耍拼图同款。豆豆啊，甲过去深高村的多样合作会，顶四集的节目听到真侪深高的是大人回想过去的深高村，甲即马有偌呢大的改变，有时感慨，有时欢喜。大美甲科学家方怡老师嘛，愈听愈趣味，也还有真侪宝贝要讲予大家听哦。像这位83岁的洪娇阿妈，伊的身世较特殊，才出世8个月大就予人分来深高村的王家。无机会读册，8岁左右就爱倒看牛，大官定带伊出门去放牛食草。不过大官家己却走去看歌戏，为什么咧？7、8岁啊，遐，迄路遐一个工地真快摆伫遐，一个工地可能记得嘿，真快。到阮大官啦，爱看歌戏，啊，拄着要去看戏，啊，拢叫我看牛啊，啊，官爷去看，遐暗夜都。都做不甲关都转来安尼。啊，迄歌戏敢伫迄机场遐扮演？唔是，伫宜兰市啊。伫宜兰市啊？嘿啊，拢宜兰市啊，遐爱钱个啊。爱钱？对咯，人去看伫遐拢爱钱。伊即摆来做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伊即摆票拢甲买起来，迄个位定定伫。哦，安尼哦。哦，安尼。真爱看。嘿，对。嘿啦。啊，恁，我恁牛牵去个倒位？啊，甲倒带牛出去个。牛啊。嘿。伊若看歌戏个时，牵甲倒。只去讲拜礼，你敢捌？唔就知无？啊，迄去到遐看牛，去到遐真可怜。有迄迄边啊，凊彩呆呆，我唔坐迄插头拢有看。哦，你讲足济啊！迄死去的人是啥物人？啊，就迄做兵防拍死三位啊，迄啊。哦，安尼哦，日本时代。嘿啊，嘿啊，嘿啊！哇，你惊？安尼你拢家己一个人，无人甲你做伴？啊，伫阮厝边啊，就甲骗啦，骗讲啊，恁啥人叫你甲我牵牛去遐看？啊，几工啊，人就不爱买啊，人就唔爱看啦。对哦，啊，迄牛吼，迄当阵迄牛拢饲啥？饲啥？饲了，咱挂条啊挂起来，迄长草头壳大，食迄落草啦吼。啊，那有。稻仔若包咧，田仔有草，就去割迄来来食。哦，大个稻草嘛食，啊，大个大个田花草嘛食。哦，安尼你个。啊，即摆若要去晒田的时，滚你落番薯要食吼，搁滚麦片要食。是啊，有去晒田啊，我那爱创个真好好食呢。真的哦。有。滚番薯，搁滚麦片。嘿，你若番薯就番薯，咱行起来番薯哦，有就个一直个。滚滚，予伊去食，佮掺猪安尼食。啊，即摆若无，就是伊伫咧田的时，伫拖田的时，就爱拢去买迄个麦片，转来迄落。阿嬷对过去农村哦，凊彩拢会当烤着、拌着的草油啊，印象真深。不过即摆的田边佮溪边，拢伤清气，拢看袂着啊。因过到细条沟啊，遐遐插者，遐插者，遐都呢。啊，你说个叫真清气啊，那田嘞都清气溜溜嘞。你讲即马清气溜溜，好。哎呀，无讲永过，即马若迄个上个田一输啊，嘛要创一条沟仔囝，啊，就安尼，就种种遐有诶无诶，啊，再就那满四季嘛，就后迄落草诶，后树啊，迄落娘仔树叶诶，啥物货，拢有啊。啊，到即马无啊，即马拢大条沟来啊，水就是。即落就入来啊，阿免讲安尼来迄落啊。嗯，阿妈，你较爱倒一种？即马较好喏，安尼哦，安那好，较轻松哈。较轻松嘛。哦，
啊，唔免你做啊。较免做，也嘛较免做，也无用过禁止。嗯。嘿呀、啊，到底溪边伤清气，拢无生物，安尼是好也是歹嘞？继续过来听邓阿雕阿公回想过去，怎啊来？除了种植啊，还佫有甚物其他的农作物？有甚物难忘的生活无？较早是种植韭菜，哦，阮种韭菜花啊，种植花啊，哦，啊，阮老爷种花啊，吼，韭菜花去挽，种只一两分地吼。啊！种啊去啊啊啊！当担的，担几下面，迄阵时我慢哦，去山顶去上啊山车去稽查，稽破顿来，来顿来只未几下人，只干一到时啊顿来破破的，啊只两点外钟就担落，担落去几下呀？人几下人，迄阵时拢无走的，无家属，无啥，就阿兄查，啊干那尔。迄阵时真便宜，咱百斤那就。咱二十块、三十块，到迄几块才无啥记。嗯，啊，去换米来食。嗯，哦，迄阵时也无米，日本时代嘛无啥嘞。啊，等下，阿伯，哪会无米？咱家己种田，哪会无米？日本摕了了去哩。哦，安尼哦。日本拢家己，拢家己抄去哩。日本拢出个，甲囥个米，切甲囥个草埔底嘛，迄土匪家己弄嘞，家己抄去，抄去迄落嘞，你唔知啦？嗯。哦，迄阵时啊，艰苦过个，苦个要死啊！你啊，因为我大家讲，前天那天大家食，歹食，歹食啥？啊，你讲你的爸爸有种鸡啊？对、嗯、一种鸡啊？刺鸡啊？刺鸡啊？刺鸡才重要。正月生，迄阵时啊，拢无抓药啊，拢无，迄阵时啊，拢无农药，啊，人采真水，啊，佫种番薯哦，四番薯就好，你就带迄落是地啦，吼、哦，是地啊，迄阵时啊，是菜地啊，只是一年。在卖一啊，吃一两百斤包啊，去一两百斤啊呢，还蒙卖蒙贵啊呢。恁这恁毛饲猪哈？有哦，迄个在，迄个拢低调嘞。哦，这样照看后边这拢低调。迄个低调，就饲两只猪无？嘿。哦，迄当时也无送，也就也无啥物工厂做啊，也也无啊，也就低风饲啊，搞阮迄挂只猪菜啊来饲啊呢。嗯。啊，较早我搞搞阮迄当时就真艰苦嘞。也就分开啊！我才做去迄落啊，种灶卡，遮是猪，而且白牛，遮牛店遮，哟，一楼啊，你敢看呀？也嘛贵啊，罔贵，罔啊，当时人也无后面，哎，后面去看保健保卡啊，啊，有当时也无后面看医生，当时也无医生嘞，主要也是日本民房的，民房较早的地形的，真的啊，耶。他妈民房个地较早的地形无？啊，那生做啥款？诶，他妈不要，民房个就不要，无啥要讲个，对不对？他妈民房较早的地形啦，是无？迄个地形啊，安怎？跟恁啊，跟他妈咧想安尼去？是真怀念的意思。有啊，你是个？是啊。那他妈民房安尼，我无过变款。哦，怎啊？较早无？啊，他妈你一条高头，一条高哎。要创啥就创啥，你倒也倒也，啊！台湾民房迄个地形，安怎的，是不是？都一条沟，你印象遐深？嘿，都一条沟。你头前遐去，啊！即马地形拢变，都讲别安尼动了，无迄个。阿公面望着细汉农村的情景，这听起来感觉真幸福，嘛感觉淡薄啊心酸酸。毕竟环境已经无可能阁改变成过去的模样啊！这个难忘的风景，我听咱李长伯啊张十一来讲看卖，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一过无田，未无路，啊，溪拢啊，就溪满拢树啊，甲顶啊，无个断了了，拢连交无，连交花你都知。连椒花啊，连椒甲跟着迄个关系无？好啊，野椒花啊，有无？咱遮嘛有，遐遮嘛敢有吼？哦，后壁一条嘛溪吼，一个这个水后做苦啊，苦啊，我拢一苦一滴来长长啊，休息。苦啊，啊，即摆无去啊，对无？苦啊哪？苦啊哪？苦啊，一个加天地，一种植物吗？你怪这个话，天天搞啊，你拢对你无做啊，一个无分啊。后壁只新高国小，遐一条，遐一条。一条去住人苦啊，苦啊甲死！啊，一条这条都无苦啊，恁规拢天然的呐，啊，即摆是水拢水伫人民家啦，人拢做对啦，对啦，对。一个做在人，我可能一个量是得，人
啊，号码竹啊，竹鱼。都是种竹。伊就说，咱讲个是长枝啊。长枝啊。即嘛嘛真少好看。一个阮这嘛就是啥地嘛是种竹鱼啊。嘿。一个竹鱼真普遍啦，大家拢种较济。啊，到尾都直淘汰，直淘汰，直拼，直拼倒去。佮讲到气候变化的部分，大家卖想讲依然上盖凉啊！这几年来，地球的温度一直升高，深沟村这个上济水的所在变热嘛，袂输人哦。李雄雄阿公感觉到这个问题真严重。即马气候，即马是较袂遐寒，较热。内面热天，即马热天甲英国的热天哦，气候要十度。较早那二四五度，就讲算讲真热啊。是啊。啊，即卖拢三十四五六度。嗯嗯嗯。你是讲咱宜兰以前那热天嘛，有可能只二十四五度安尼哦？有啊。哦。安尼真凉呢。哎呀，啊，人准啊啥？撇油少。啊？我有。哦。我有。嗯，撇油少。啊，未中位是高寒，坐靠茶树个竹位啥拢较有。嗯。啊，人准就较凉。啊！你即马咧，达标嘛拢撇油啊！啊个啊，你啊撇油怕咧，愈热冷气阁济，愈热风阁出啦，也阁较热。嗯，我就伫讲，讲我那条一年一年嘛，讲计划者，一年计一度咯，挡袂掉。近来阁车嘛阁济啊。嗯。听到阿公阿妈细汉拢有牵牛、食草的经验，牛伫咧农村的角色真重要。咱哦，佮听到永庆干妈店的张头家讲，以早深沟五车路口，其实咯有一丛真大丛的树啊。有时阵树啊卡会举办一个重大的仪式，佮牛有关系，大家赶紧又看卖咧。咱深沟无什么特色，只有特色搞这个位置，搞咱这个路口尔啦，搞咱家有通耍尔。哦，啊，佮有阮店伫遮，啊，就是囡仔拢会来遮耍啊。哇，即摆这条沟吼。已经硬砍起来，无较早是哦，这条狗不哩大，阮这人拢知影啦，吼、哦，内底当吼三只牛落去西湖，迄个一个特色，吼、嗯，迄块内底我带三只牛落去西湖，我讲西湖是固定的哦，逐工拢有人牵牛来西湖，所有的牛，咱深沟的牛，包括外口的牛嘛，拢牵来只西湖，啊，过来吼、哦，这个我即马差不多迄个摆啊有吼，迄个停车场。永庆停车场迄个摆的迄个位吼，有只足大丛的树啊。迄阵买这丛树啊，就是圆山公园入面一个相册迄个，较早就是迄丛树啊。迄丛就咱家的。啊，哎，一个，哎，有一个故事啊，讲我慢慢了，这应该知影人不贵的。咱这丛树啊吼，拢爱摆哦，因为迄句，咱这丛树啊是种啊，伊相册吼，啊，阉牛，阉牛，阉牛是啥？阉牛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知你应该这个应该捌人讲你听，捌你捌听过无？咱这丛树啊，迄个我看过一本册，有讲到这牛爱甲伊的睾丸用掉吼。就是，迄一句就是一定爱阉牛的对，无会牛的哦，惊做讲迄个吼。就是迄个阉割的对啦。因咱牛就要犁田啊，我爱直直生啊，我爱直直迄个啊，要较用，就是要甲阉掉，啊可以未臭嘛。咱讲阉鸡阉鸡，话咱滴即马只这个阉鸡，意思是安尼，要较粗用，啊要较好食，啊要较粗用，啊同啊来犁田，所以爱阉牛。哦。迄时啊，迄丛树啊，生做安尼，哦啊，哎，两迄丛树都两车嘛，啊牛头都啊开咧，啊迄牛角都啊尖着，哦牛角。白天当，我绑着，哦，阿头发养牛，阿啲后边遐阉割掉，哦，咱只一股诶照明啊，咱只一只养牛嘅照明啊。嗯，那时候应该嘛是政府的派人来只养牛嘅。哇，原来张老板细汉到古店嘛卖无聊，有当时啊竟然还会当看养牛，想袂到咱深沟五七路口嘅过去是这么精彩。牛的工课做完啊，换红卡床啊，白富养鸡讨白听。听讲有人会去供红卡床啊，这就要请真敖算嘛，真敖做生意的张宏安大哥讲看卖，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一般我们台语就讲供红卡床啊，啊，但是之前哈、哦，有一些学者听到，他们就想说，怎么那么残忍，怎么去供红卡床啊？因为他们比较不懂它真正的用法哈、哦。安卡生啊有一个特性，它有一点鸵鸟心态，就是它在野江花林里面，这个野江花林如果是500米哈、哦，是不断的哈、哦，它绝对不会飞，也不会跑，它就在野江花林一直窜。但是我们以前
所有的龙水路大概都在100米或几十米就会有一个缺口，因为每一个农夫下完田有时候要到溪里面去洗脚或者是洗农具的时候、嗯、走来走去，所以都会有都要有一个缺口。白腹秧鸡所谓安卡城啊，它只要中间有缺口，它的身体铺路它就会起飞，它觉得它的行踪铺路它就会飞。但是如果都你看不到它，它在野姜花林跑你几乎看不到，所以它不会，它很轻盈。你看野姜花感觉是密的，它能够里面在快速跑，所以我们就会用它的特性，我们就会用一个软的网子，然后在缺口前的大概2米之从上面一直拉到河里面，然后一个或两个人就从前面野姜花一直打着野姜花，所以其实不是在打鸟，他打野姜花就是要惊动他一直跑，他会一直往前跑，然后一个人在溪里面守在那个网子旁边，等他撞到网子的时候，因为后有追兵，所以他还虽然撞到他还是一直往前跑啊，这网子只是把他搁置在那个野姜花林里面，所以他是软的啊，他在撞的时候就后面有一个人就是、嗯、就是躲在旁边等的，就是那一个就是把他压下去就可以直接抓到、嗯嗯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部分都会在农闲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一来就是当时的一个农闲的休闲啦、啊、那也是当成打牙祭啊、嗯、因为以前要吃肉多困难，对不对、嗯、就是有客人来或者是有年节的机会比较有机会可以吃，所以有时候会就是会抓白腹秧鸡，但是我觉得当时来讲哦，这也是一个生态平衡啊，不然你太多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会一种问题。原来是安尼哦，要有什么物件是今麦看袂到诶？早期哈、哦，我们大概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就是草捕啦。以前草捕不是现在的草捕这么小，我们家以前两三甲地收来的、割下来的，到最后那个草哈、哦，干稻草。就直接弄一个超捕而已，大概都是两三层楼高啊，而且是非常大型，那中间都是用以前那种粗的电线杆去做的，那个叠的功夫也很好、欸、对，那个以前是专门有几个比较厉害的、哦、早期到处就是有那种大型的超捕，你看那个超捕就知道说这一家哦，他其实他们大概大对，还有我们早期我们说是说捕啦、哦嗯、就是提网里面、嗯，南洋溪的堤防里面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游戏场、嗯、早期我们小时候你只要一进去到堤防里面，你看到的所有的沙地全部都是脚印，人的脚印，兔子的脚印，满的，你只要看到所有的沙地全部都是满满的脚印，所以你知道说以前那个野兔是多少，你们会去追野兔吗？那个脚印多到不行，但是其实兔子看不太到，因为以前都有一些蛇笼，有一些什么的，它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躲。那以前我们在南洋溪里面还做什么？抓虾子，那时候虾子也多到不行，就是那种半大不小这种虾子很多，还有就是捡西瓜。西瓜？对，以前的西瓜跟现在想的不一样哈，以前西瓜他们只要把他们要卖的拔完之后。他们会开放给左邻右舍自己去捡、嗯、但是我们捡回来大家有些都会开那种铁牛车啊或者是搬运车去那边捡，你捡回来哈、哦，有时候会挖到宝非常好的、嗯、啊，有一些就是比较不熟的，反正都是一去哈、哦，几个一家人去一次都是搬一辆车回来、嗯、但是一辆车回来就开始剖啊，反正每天都可以剖开，不成熟的或者不好吃的就丢给鸡鸭吃啊、嗯、可以吃的就人吃啊、嗯、也算是对，所以令你怀念，现在都 没得捡哎，也还好啦，反正现在也是很方便，早期是因为很多物质都缺乏，所以你会从身边，而且你也比较没有像现在的小朋友就是、电动玩具啊、嗯嗯、我那天才看到一个朋友的小孩一岁多还用推车推，结果他就帮他架一个手机架在门口，他在他的面前就这样吐，我说好厉害啊，刚会走路而已会玩手机了，但是以前我们大概没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大概
开始会玩，就是你就是要从身边的东西田里面，然后什么去玩。所以我们以前就是你有空闲，就是什么抓鱼抓虾，然后抓鳝鱼，然后抓 Q 肉雷啥，就是这些，就是你们的游乐场啊。对，其实田里面呢、啊、是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我们的游乐场，我们就是会想办法去田里面找一些消遣。陈英昌阿公捌讲过，农地定位了后，深沟村的地形变平啊，粪泉嘛减少啊。以前南洋溪所存的工程带来的影响，搁再加上农民的需求，大家拢较介意田区较大嘞，较好管理。到后来全面机器化，一直到现在，自顶一代到今，农民见证土地所有的变化。认真回想起来，唔知影陈阿公是较介意多一款的农村。今嘛呢是讲由我来想来讲吼，那现主席今嘛这时阵，咱深沟有限小农，这样子来伫只工作来讲，我是爱以前迄地形，以前也未讲像咱从化全部拢推平去安尼吼，迄、那个地形咱有限小农来做，靠做机会较济啦。你蔬菜啦，然后要饲鱼啦，要种芋啊啦，对，较多样化，较多样化的经营做，农作物啦。嗯，我来讲就是较爱迄种什么，也是啊。现在这要种姜拢会使种姜哩啊。你即摆看种姜的机会真少啊。种姜上爱离水爱好，排水要较悬的所在。要去土吧，爱深土爱深，沙土爱深。咱即家己咱讲种姜要真济。阿公，为什么你家己私人的感情，你会跟我讲较介意安尼，较侪变化呢？对，较侪变化，过于较自然的环境。自然环境安尼，你有这个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吼，刚刚看了敢那真自然的。啊，你咧像讲，迄个时阵啊，有一挂高高低低来讲的，啊，那像安尼早时啊，就是讲买啊嘛。啊，去运动去田里行去，看下敢像咱家己的公园样款。对对对。哎呀，咱像咱公园啊，看到哦，有啊，遐种桑树啦，遐种搭花啦。靠，就多样啦，欣赏。安尼，你等于你细汉的时阵，毕竟还有迄个画面的记忆吼。有，拢还有这画面。阮即马看袂到遐啊，阮即马拢咧平平拢水田。哦，即讲到安尼来讲啊，有当时啊，有时啊做梦，有当时就过去梦着。真的哦。以前的环境是真好真好，咱深沟这个所在啊，你若到这个白路，你讲白路拢是拢在白话，到入黑，哦，稍微在四话这当中啊，这个时阵哦，你玩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啊，那早时啊，你起来像咱四五点啊，五点我起来时啊，迄个规片的农作物，伊买小物，迄个阵。恁地外后尾嘛，有一个尖尖的咧，拢钓一粒珠进大了咧，水珠咧，钓一粒水珠，你个看哇，个银色的咧，看了哇，那树叶空气真好。你讲迄当阵空气要够有很多个芝麻比，要够够较好哦。哎，较好，差济，芝麻变真济去啊。我想讲芝麻都要比较起来，已经台湾才算上佳好啊，要够以前够较好。较好，迄阵仔较好。因为咱还有一挂这个野花，像咱树仔花啦，是讲野姜花啦，各种的花，啊，那到时阵嘛，拢可以开去，一个清香、健康。听到陈阿公的答案，伊介意迄款的农村，唔知啊，听节目听到这，你的答案是倒一款？今仔日故事就先听到这，非常感谢陈阿雕阿公、王凤娇阿妈。陈英昌阿公、丁十一李长伯啊、李雄雄阿公、永庆丁秀伟头家、蓝城花市丁宏安头家，还有李光平老师的协助，咱用五集的节目听八位深沟的时段广告，对深沟村总算有初步的了解。相信这在咱台湾各地的农村，拢有真多共同的基地，所以透过深沟广告，咱嘛证明一件代志。以后咱会知影，建功功过去，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咱会晓听故事的人，上界有福气。后一回换咱讲给囡仔听，感谢你，再会。听故事，讲故事。
你大听，我唱歌，来来做伙讲古早，听古早，讲古早，你讲古早好阮听，讲台湾佛菩萨四百年。流星传来古早古早的声音，讲故事的人甲故事的主角，惦咱梦中相相思思。经过不知多久的时间，咱的故事嘛会流传。